星期不回来，明天周六可以大玩特玩啦。罗克，你以为我不在家就可以无法无天了吗？我昨晚升级了 UBIQ 的管家程序，只要我出门，UBIQ 就会严格管束你们。啊！罗克加油！罗克加油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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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
还差一点就完成了。你好好写作业吧，我要出去玩了。也不能让猫出去，免得脏兮兮的回来把家里也搞脏。我一点都不脏。Hello。 怎么全是青菜啊？吃饭不能挑食，多吃青菜对身体好。猫粮，猫粮，全是猫粮，我的小鱼干呢？不！我要看神兽金刚。神兽金刚那么勇敢。我要看海洋世界。睡觉，现在才九点呢，明天又不用上学。九点钟必须准时睡觉。不是吧？我可以看海洋世界喽。我也去睡。不是吧？变成猫，变成猫。再这样下去，我们都没有自由了，不如明天逃出去吧。逃？怎么逃？我们可以。不要啊！又失败了，我们该怎么办呢？对了，只要改掉 UBIQ 的程序就行了。电脑程序就是我们用编程给电脑下的指令。修改程序？UBIQ 是按照妈妈的指令工作的，我们把程序修改了，UBIQ 就会听我们的啦。那赶紧修改吧。哎呦， UBIQ， 我肚子疼，肚子疼。嘿嘿，哈哈哈，就是现在。我们赶紧出去玩吧。要不要 Q？ 我要出去玩，你也一起去吧。出去玩了，终于可以出来玩了。哎，快看，是依他们。卡布，我们过去找他们吧。
IQ 玩捉迷藏真厉害，又被他发现了。是啊，要摆脱 UB IQ 可没那么容易。已经傍晚了，我们回家吧。啊，现在才5:30，还早着呢。罗克，你回家晚了，你妈妈不会生气吗？妈妈去旅游了，我可以晚点回家。嗯，咱们再玩一次捉迷藏吧，摸黑玩更有挑战哦。摸黑玩，好害怕呀！我要回家。你看 ，UB IQ 都想继续玩，小强你就别走了。玩，他不玩。玩，他不玩。他不玩，不玩。他不。好吧，我们最后再玩一次。1、2、3。UBIQ， 你说我藏哪里好呢？啊，好主意！这下罗克肯定找不到我。找到你了 ，UBIQ。没想到罗克也那么厉害。嘿嘿，那当然。就剩下花花了，躲到哪里去了呢？不好了，我的热气球不见了。热气球？难道花花 ？UBIQ， 快说花花在哪里！啊，不好了！哇，热气球怎么飞起来了？救命啊！救命啊！他在那儿，那么高，我们要怎么才能救他呀？如果重量够的话，热气球就可以下降了。要多重才能下降啊？这个热气球承重是45到50千克，只要上面的重量超过45千克，热气球就可以安全降落。但是，如果超过50千克，热气球就会急速下降，这很危险了。一只热气球正常下降的重量是45至50千克，花花的重量是26千克。45减26等于19，50减26等于24。热气球再加上19至24千克重量范围内，可以正常下降。我的体重是30千克，我是28千克。我是23千克。小强，你的体重刚好大于19小于24，只有你能救花花了。可是小强，我们没有时间犹豫了，如果这气球飞远了，那就麻烦了。好吧，变成猫，我们需要一个工具把小熊送上去。让卡布变成工具吧。卡布风和卡布锥组成篮子吧，卡布球变成气球，卡布云还有卡布锥变成妙数学棒，卡布妙妙妙，卡布风卡布云还有卡布锥，呵呵，小强，喂，嗨，变成妙数学棒，万能的工具，终于回到地球了，我好害怕。花花，小强，你们没事吧？在热气球上欣赏美丽的夕阳，怎么会害怕呢？都怪你罗克，玩什么摸黑捉迷藏。对不起，幸好花花没事。花花，爸爸！哎呦，
我以为我再也见不到你了，我的乖女儿，担心死我了。因为我们贪玩，让国王那么担心，看来家人的管束是对我们好的。那我们把 UBIQ 的程序改回来吧。罗克，这么晚还不回家，要是遇到危险怎么办？要是遇到坏人怎么办？要是迷路了怎么办？我们现在就回家。小朋友们大家好，我是猫老祖。今天我们聊聊热气球。用热空气作为浮生动力的气球就称热气球。在大大的气球下有加热空气的大开口和乘坐人员的吊篮，吊篮中安装有飞行仪表、燃料罐和喷灯，升空时将热空气充饱气囊，升空后控制喷油量，操纵球中的气体控制上升或下降。但是要注意风速要小于6米每秒，能见度大于1.5公里，好天气才能起飞的哟。迟到了。UBIQ 闹钟怎么没响啊？还有时间赶到学校啊？UBIQ 变成滑板。怎么回事？迟到了。今天对迟到的罗克同学提出批评，同学们要引以为戒。下课。变成滑UBIQ 好像出问题了，闹钟没有响，也不能变成滑板，一定是程序出了问题，交给我吧。闹钟功能修复，滑板功能修复，搞定啦。啊，这么快UBIQ 变成滑板。UBIQ， 你想吃薯片吗？UBIQ 想让你也变成滑板。UBIQ， 别开玩笑了。疼疼疼疼！UBIQ， 你在干什么？疼啊！这是怎么回事啊？变成猫，快想想办法呀！这个可能是程序出错了。大家快趴下，转成滑板。怎么这么吵？在学校要保持安静，知道吗？你们在玩木头人的游戏吗？爸爸，救命！ UBIQ 欺负我们！什么？竟敢欺负我的宝贝女儿！加减惩处！大家放心，我身为学校保安，又是国王，一定会把大家救出来的。UBIQ， 我劝你还是……居然敢打我帅气的脸！加减惩处，给我抓住他！现在可怎么办呢？爸爸，你快想想办法呀！别担心，孩子们，我会找到办法来救你们的。
同学们，开始上课。UBIQ 让大家认真上课，大家快回到座位上。我腿软了。变成猫，现在我们只能靠你了，想办法修复 UBIQ。这道题是找规律，填数字，谁来解答？我来。嘿，哎呦哎呦哎呦，好痛啊！答案是八和十。规律是箭头后面的数字，是两个前面数字相加的结果。哎，好机会，看我的程序修复！计划成功了，变成猫，好样的！下课时间早就到了，我要去洗手间。怎么回事啊？本喵跟你拼啦！喵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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工作之后来一杯香浓的咖啡，真是太棒了！快看，是求救信号。救命啊！我的女儿被 UBIQ 绑架了！什么？绑架？这可是大案子！我们马上行动！小心，现在的 UBIQ 很可怕。怕什么？我们有坦克。里面的人听着，你已经被包围了，快释放人质投降吧！哼，一定是爸爸来救我们了，太好了！娃娃小声一点，要是把 UBIQ 引回来怎么办呢？要不我们快点逃走吧。不行不行，逃跑一定会被抓回来的。现在唯一的办法就是用我的飞船。你的飞船？没错，我的飞船是有智能除错功能，一定可以修复 UBIQ。 可是飞船不在学校啊，逃跑会被抓住的。我有办法，我来拖住 UBIQ， 你回家取飞船。这样行吗？我刚刚注意到UBIQ 会根据箭头转弯，我们可以利用这一点。原来如此，我需要把飞船运到学校来。明白了，看我的。第一步，我们利用路标把 UBIQ 引到操场，变成猫用货车去拿飞船。第二步，到达操场之后，利用路标把 UBIQ 困住，变成猫把飞船运到操场。第三步，请链接飞船修复 UBIQ。大功告成，路标和汽车的话就交给卡布们吧。看我的，让卡布变成工具吧。变成鸟数学班万能的工具，变成鸟数学班卡布真神奇，卡布班卡布圆还有卡布追，变成鸟数学班卡布喵喵喵，卡布班卡布圆还
还有卡不追，卡不远，卡不追，还有卡不放，数学棒变成鸟，万能的工具，数学棒变成鸟，卡不喵喵喵。卡不放，卡不远，还有卡不追，卡不远，卡不追，还有卡不放，变成鸟，数学棒，万能的工具。变成鸟，数学棒，卡布真神奇，卡布棒，卡布圆。唉，总算结束了。最近我的武技越来越精进了。哎，啊，请问你是？地球的小朋友们大家好，我是猫老祖，很高兴认识大家。猫老祖，编程猫，真是你，你现在在哪里呀？我很担心你呀。没有，明明知道这里是地球。哎呀，这么多乱七八糟的程序，一定是没有严格遵守分析、设计、编码、测试、出错的流程，是谁搞的？对不起，是我的错。这才叫搞定了。啊，这位是罗克，多亏他收留了我。猫老祖，快点想办法送我回家吧。信号变差了，你说什么？分析、设计、编码、测试、出错。分析、设计、编码、测试、出错。米亚卡，你在干什么？我在睡眠记忆法。那有吃饭记忆法吗？有，你看。米亚卡，你给我闭嘴！哈哈哈 ，UBIQ 这么喜欢滑板。50年代中，美国南加州的居民发明了滑板。一块50公分的木板固定在轮滑的铁轮上，简单的运动器械，却给人们带来冲浪的感受。70年代前，场地都是模拟冲浪的地形，直到掀起了泳池滑板热，至今滑板形成了自己的语言、技巧、服饰和音乐。滑板运动富有超越身心极限的自我挑战性、观赏刺激性、高科技渗透性，是非常好的运动。